发展站水门乡就一个后生的农友叫做刘振伟。前年前因为爸爸新农庄时节发生意外，多件很多个治疗，佮夏天决心要转到故乡来接，无害稳当站，很财富之后转型变作有机农。就算转型呢一开始非常的辛苦，我理解，佮农庄已经通过了有机验证，成功种出无农作的稳当。花莲区农业界两重的工作人员，从文旦人地度采根本来做个人生态内统父母建构的试验。个人地度文旦达到冬天，还是发现规天内方做下系无相关的植物，也都看起来像系插错的植物，对平常海风气系动枪有机。按一般的有机农友会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重来了，我就是用有机制裁去罚。对，可是那个观念只是把惯性的观念移到有机农友那边去，你就知道说他现在的那个数量大概导到什么程度了，因为他吃底下，他不会吃树上。除了用生态防治平虫害，如今为每利用降落改光来做堆肥，同废弃物可利用。为了鼓励农民向下来做有机，农粮署今年提高有机的补助。从转型期开始就可以申请3万到8万不等的这个奖励金。那另外在农友在做有机的时候，特别是在验证费。原来补助比例是70%，从今年开始也会大幅提高到90%啊。水门乡是全台湾青苔的文旦产区，今年无盆风采收到产量稳定，品质比往年更加好。大约800公顷，那产量大约是4000万台斤。那价格的部分哦，比往年都好，最高是28啦。今年经济转弱年，所以文旦的产期比往年更加长。农民希望消费者是从文旦转做冬时的果子，唔系干那系年节送礼的果子。安尼有农场冇种到安辛苦，结果果皮半一半，甚至下落太价。客家新闻张国贤发连报道。